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半袋装更精准的39小儿感冒药顶级赞助播出。51 Talk， 孩子学英语找外教，下载51 Talk APP。 本栏目合作伙伴奥牧进口儿童牛奶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。本栏目合作伙伴兔头妈妈甄选，好东西就在身边。专注亲子教育的智伴儿童机器人成长日记，我们去探险吧。好奇是每个孩子的天性，他们都喜欢去探索未知的世界，渴望去发现新鲜的事物，而探索最需要的是一颗勇敢的心。为了让萌娃们从小学会勇敢，今天的课程老师们将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险，挑战自我。不过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什么是探险吗？这是找宝藏，找怪兽，让自己觉得开心就是探险。没探险过就是没去过的地方，去了就很害怕。我不喜欢探险，我喜欢探险。那你们班最勇敢的孩子是谁？我，当然是我了，夏绿姐姐。我觉得自己最勇敢。我不勇敢，我也不勇敢。宝贝们，早上好！哎呀，小朋友们，小朋友们好！我给你看，洪老师来了。早，老师你在这。老师今天穿的是不是特别青春休闲加运动？你知道我今天有什么任务吗？我们要去干啥呢？谁能说上来？我知道，就是探险。那里有很多大灰狼，有角狗狗，还有老虎。谁最有勇气？我有勇气。我也有。你有勇气？没有。你也有。没有我的勇气。你有没有勇气？没有，没有。那好了，你们觉得探险是不是要准备一些东西啊？望远镜。望远镜，还有什么？水杯。水杯，还有什么？手电筒。手电筒。我背包。背包。我带我的灭爆超人玩具。手电筒。啊？那是。还有灭爆。抓背。什么？抓背，抓背是什么啊？装备，对不对？所以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个物资房，所以一会儿你们要去物资房去选择你们探险要准备拿的东西。装备放在我身上，放在你身上，走了。Let's go， Let's go。我们走了，我们走了，探险去了。首先我发现每一个小朋友对探险这个概念非常的清晰，对，我一说要去探险他们都知道探险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。但是我让他们选工具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每个小朋友的性格不太一样啊。比方说小香玉，他知道探险可能需要背包啊、手电筒啊这种实用性的。像二毛呢，他要带玩具。这么一看，就我们班琳琳小吃货，首先说带饮食，就跟小林子一样，都带吃的。所以说，我想也对，带吃的呢，就是吃饱了好有劲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那个选工具的时候，你就能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。
我们班正在挑。哎，看来他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哦。如果我是小孩的话，进去肯定会第一时间就说，哇，兴奋得不得了，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放自己下面。但我现在看他们特别冷静，而且慢慢的在看。这是我们班，你知道吗？非常的有实用性、理智性。像小乔玉刚才也说了，他会戴望远镜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拿手电筒的，这是实用性的，对，拿了。就他们知道探险需要一些什么工具，对。对。你在做什么呢？哎，我在做的。小薇，你还是找自己喜欢的小车。他应该不太懂探险的意义，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很有吸引力。对，他喜欢这些东西，都是玩具。来，你拿好了。这都是什么？你能握吗？能握，就拿随便拿点一试试。不能画，你们真淘气呀！干嘛，艾蒙？你们抓东西吧。走，那边，你们在下面，快去吧。继哥，你的肉狗在等你哟。你的肉狗在等你哟。哇，你这是大意识，大意识。才拿枪子出来，结果特别想看大毛二毛他装什么。我装我的滑冰鞋。他滑冰鞋。哇，天啊。你们刚在飞的翅膀，在飞的翅膀。我来帮你吧。啊，我来帮你。你看，都给打扮上了。边完成任务边娱乐。啊。蝴蝶呀，我想今天你一定是大毛的最大粉丝了。嗯，对了，喂，妈妈，是我的姐姐，我一个孩子想你妈妈。我姐姐把沙子和炸了，已经要回教室了。张丹峰老师班的孩子们选择了很少的食物，而随后红星老师班的孩子们来到物资房。大家进来，有一个人，快打他！走，变！我的装满了。这个是城堡，城堡三星。我们四个人要喝四个牛奶。许多食物和玩具，最后常老师班级的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兴奋。哇也拿了许多食物，为探险做好了准备。孩子在选择这些物资的时候呢，不管是选择什么，一定他选择的这个事物是他自己内心深处觉得喜欢的。那喜欢呢，就可以给孩子带来安全感。所以好多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们通常，尤其是刚刚入园的孩子，我们都是可以允许孩子带一样他喜欢的东西入园，因为有了这件东西陪伴他，孩子就会觉得踏实，也会觉得放松。孩子们都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装备准备出发，但是去探险光有物资可不够，还得有勇气才行。为了考验孩子们是否有具备一定的勇气，老师们准备了一个神秘箱，看看他们是否能鼓起勇气从箱子里拿出探险的线索图。这个就是那个进去拿那个法宝。
土象吧，你们在哪？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土象的，就是你这个土。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别和他打招呼呀！他会。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不要！你看，四个人都是害怕的。那你猜一下，我们这四个谁会先拿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乐。我害怕。你快去吧，一起玩。可乐吧，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你去试一下吧，没事的。别玩我的电脑。小林子其实挺天真的，只有不怕才会有勇气去拿。对。好了，快去拿，快去拿。他说我们偷偷的拿就没有声音，看会不会就没事了。但是他还是叫人家去做哦，他自己不做。哎呦，豆浆！喂。晨晨其实挺胆子小的，晨晨。哼哼，哇哇，又把他吓唬。对，喊出来是壮胆，弄不好还应该是晨晨地，就是喊完发泄完以后试验一下。哇哇哇哇哇！我现在预测你们班在有限的时间内没人敢下去。我虫吗？我多不害怕！都跑了，晨晨就一直在那想，还没这个胆量。你看他一直在，他好奇，对他有好奇心。我多不害怕，你们还胆小吧？那你敢不敢伸手去拿？我们去一去。把它，他们要准备一起拿了哦，一起拿一定有一个伸手，你们看谁伸手啊？一、二、三，一起拿！你们跟我一起拿！小林子、晨晨、晨晨箱子、可乐来拿。我来拿一下吧，我没有东西。有的，是小林子伸手进去的，他还是比较天真，没有想太多的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！哎，可乐最后稳稳当当把手伸进去了，对吧？是的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，我把手伸进去了啊！看看宝藏在哪？你看，有的有一个狮子。哎呦，来了！来了！六月不害怕啊！你看，六月，这六，好恐怖呀！好恐怖呀！还说好恐怖呀！啊！现在是在看，没有人敢伸手进去。一个蜘蛛，一个玩具蜘蛛，里头是玩具蜘蛛，应该很快就会有人拿进去。蜘蛛好有酷呀！哎，我想看。哎，我也想看，哎，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，我也想看。为
了这个看里边的这个恐什么最恐怖脸，头顶头成小牛了，你看这个。这证明他们几个是那种很好奇心很重的，对，很强，对对对。我倒出来吧，倒出来，我倒出来吧，倒出来。聪明啊，他没讲出方法，聪明啊，倒出来特别聪明。真的是跳跳的，是吧？天不怕地不怕啊！啊，六月拿的、大草人，你们快去寻找他吧。与此同时，张丹峰老师班的孩子也来到教室，拿到了什么呀？蜘蛛。面对未知的箱子，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害怕，很快就拿出了线索图。小小的勇气考验，萌娃们表现各有不同。怎样让孩子们学会勇敢地面对事物？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户外探险课程吧。不过出发探险前，萌娃们还有话想和置办儿童机器人说呢。小智爸来了，你跟我聊聊天吧。是什么天？那请问草莓英语怎么说？ Strawberry。 那你知道怎么说吗？ Strawberry。 你真棒啊。那兔子英语怎么说？那你知道怎么说吗？西西。我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被兔了。我知道是 Rabbit。 Rabbit。你可以唱一首歌给我听吗？不用唱一首歌啦。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，劳动了一天，那么辛苦呀。真好听呀，你们马上要出发了，今天就聊到这吧。好的，明天再跟你聊啦。现在大家都准备好了去探险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小朋友们都准备好没？好啦。哎呀，简直太好了！张老师领队，跟张老师走。老师帮你们拿行李，你们先上车。来了，小朋友们，我们都要出发了，要去探险去啦！耶！我们唱首歌吧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现在我们到了，太好了，终于到了。好的，不着急，慢慢来哈，一个一个的起来排队，手扶着这儿。好，往前迈，迈前迈。哎，我们准备就绪了，马上出发去探险了啊！探险去喽！看，这有个河，上了桥就是两个两个走，谁也不许超越啊！要注意安全，都跟着常老师。二一，注意安全，走。一二一。好了，我们成功渡过了桥。我们终于到了，拉帐篷了。好嘞，我们到我们的帐篷了。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孩子们终于来到了探险的营地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野餐吧。好，宝贝们，你们喜欢你们的帐篷吗？喜欢，喜欢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。在这里野餐好不好？好。那你们带吃的来了吗？来了。都放下来，打开箱子给我们看一下你们带了什么食物。哇，薯片，好多食物。哇，薯片。我们把我们的食品都拿着自己的食品坐到这小垫上，都做好了我们吃。我看看小朋友们都带的是什么。哎呦，看张一凡呐！哎呦，把奶奶的份儿都带来了，我家。哎呀，我还带一个薯片呢。你也带一个薯片啊？好。大毛过来，把自己的箱子打开。没有。没有吃的，没有吃的怎么办啊？打开，给老师看一下。在那棒棒糖是吃的吗？这是零食哦。对的，这个是零食。还有个橙。对
可以吃一下吗？那你没有带吃的怎么办啊，维尼？我们一起分享。一起分享 ，good。那在临吃之前呢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洗洗手啊？我们用兔头妈妈甄选宝宝防护抗菌的喷雾，把每个小手都喷一喷，洗一洗，擦一擦，好不好？好。谁来第一个擦？我。啊，张一凡，你坐到这儿。哎，我们一个一个来啊。喂喂喂喂。好，来，然后拿一个纸擦一擦，擦一擦，好，擦干净啊。撒了不要紧，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慢点，没有人和你抢。哎呀呀呀呀，这家要吃这个，要吃这个。不要吃太多，我们要保留点食物，一会儿等探险的时候用。好的。不要，就要吃，不要，就要吃。我就要吃，别吃，别吃。嗯，好好劝，好好好劝，不能，好好劝，好好好劝，不能挖。你要跟他讲道理，你看好吗？使劲追他，使劲追他，快点去追呀！哎呀。什么？不要过去那边，危险！不能过去那边哭，过去张老师那边。为什么没食物？我老师给你，好吧？来，多拿一点。你现在过去找张老师，好不好？乖了，嗯，乖。饱了吗？我的房子吃饱了，都吃饱了，都吃饱了以后，我们下午就要去探险了，好不好？好。置办儿童机器人知道怎么样去探险吗？探险就是去没有去过的地方。你看，他告诉我们答案了。那我们就出发。出发。出发。耶、yeah ！我们现在出发了。走。出发吧。老师们将让孩子们分组完成寻找宝藏的任务，让他们学会勇敢、独立、有爱心。萌娃们需要分别找到《绿野仙踪》故事中的稻草人、狮子、铁皮人，完成相应的任务才能获得宝藏。小勇士们，出发吧！哇！阿毛，这是手吧？这是手。别人看破了，你们闻闻不上。他现在隔河啊，伙伴们要带到河里了。对啊，要到河里有大水怪或鲨鱼什么的。对的。哦耶，我是张老师。你看我现在穿的这个样子，我要扮一个铁皮人，我要考验一下我的学生，因为有一条线索在我手里，我今天我就要考验他们是否有爱心，所以我现在我要马上把自己武装起来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认出来。范范范，我是铁皮人，你能认出来是我吗？手拉手，我们一起手拉手，少女小朋友心，少女小朋友心，从那里的小朋友们从那里的啊？这里，石头。那我们怎么过去？我爸掉海里，我爸掉海里。
功爬下去，会不会掉下去？不会，跟我一起走吧。还是难熬的，快点过来吧。哇哦！微胖，呀！维尼，我们全是女孩子，你来带路吧。只有你。冰冷的铁皮人需要关爱和温暖来点亮胸口的爱心。铁皮哥哥，你的爸爸妈妈，铁皮哥哥，你为什么不来说话呀？铁皮哥哥，在哭吗？谢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！我叫铁皮人，我已经生锈在这睡了100年了。哎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玉。刚才谁在哭啊？就是他们在哭。铁皮人，就来救救他们吧！铁皮人。哭了，我把他找回来。好，这些人都被山上的大狼围捕。你好，去那边等我。叫什么名字？去到那边，不要害怕，我是你的朋友，我叫铁皮人，我们握手。好的，我带你去。跟我上去。请问你能帮帮我们吗？我们就是来找宝藏的。
好嘞，我知道你们要去探险，你们要在我这里找到你们的线索，对不对？对，探险之路有很多妖怪，对吗？嗯。我要把线索给最有爱心的小朋友。我。你。哎呀，我睡了一百年，我很饿呀。你们有吃的吗？我是去找你家吃的巧克力。好的，那你们就去找一找吧，要在天黑之前赶回来，不然线索就没有用了。拜拜，马上。拜拜。但是姐姐，怎么办啊？天黑之前就要赶回来，要去找找有没有好吃的。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，维尼？等着他找的叶子吃吧。哪里有什么东西？只有这些树，怎么就没有呀？他是说这些树笛子吗？那我们去哪找呢？那边有西瓜，也许是铁皮人需要的东西吧。哇，你可以拿到吗？也许吧。这一，那结绳索太滑了吧？太重了。可以啦，可以了，吃西瓜。不可以，我们要给铁皮人的。我拿来拿着你的书包。好的，谢谢了，爱吗？快过来，大萌！哪里有？看我得到啥事去了？西瓜，这里有西瓜吗？我找到一个西瓜。我找到一个西瓜了，我已经很小呀。什么？先帮帮人呗！我来帮助小朋友了。让我帮一下自己的西瓜。你来帮我打一下西瓜吧。我来几乎叫之余，他可以帮你的。他看我是怎么帮的。这里。是的，机器人去走下去。我们有查到鞋子，好亮，但是好亮的，然后是。西瓜来了，你饿吗？西瓜很好吃，等下波姐再尝尝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没事。张丹峰老师班的孩子们找到了铁皮人需要的东西，帮助铁皮人点亮了爱心，他们成功获得了宝藏。我自己做这个铁皮人，我可以非常零距离的看到我们班同学的反应。有一个人让我特别意外的，就是维尼。我觉得他可能会哭，但我没有想到看到这个铁皮人之后，他根本就没有怕的，而且对于铁皮人提出的要求，他都非常的愿意去满足他，
愿意把自己的爱心献给这个铁皮人，所以我就觉得威尼在这一趴表现得相当的棒，有那种男子汉的担当和爱心在里面。而另一边，红心老师组的孩子们正在探险的路上，他们又会遇到什么呢？有没有信心？爸爸，我们要去找宝藏啦！我们会找到很多宝藏的。如果感到悲伤，我会陪你晒太阳，不打雨伞，不打手表，不慌也不忙，翻个跟头，和平汽水，生活有希望，忘掉烦恼，忘掉忧愁，天空真晴朗。今天，我想要谁哟？考验者一头胆小的狮子需要将药送到山里的妈妈身边。哥哥偷偷跟着他们看一下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抱抱我啊，哎呀，好心人啊。那我就得了。你们要不要过来帮我一下？你们快过来，帮一下我。害怕，我都害怕。你不是就是人类吗？我是一头狮子。你看起来不是很像狮子。你看起来不是很像狮子。我就是狮子呀，你看我还会爬呢。我不会走路，我只会爬。你们摸一摸我的头，我不会咬你们的。还有一个小朋友，我没有要朋友，我害怕，真害怕。你快过来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你们看我手上这个是什么？这可以说是宝物。蘑菇吗？是我妈妈的救命药。这是蘑菇来的？它不是个蘑菇，它是个药。我要把这个药呢拿去救我的妈妈，我的妈妈生病了，所以一会儿呢我要带着她去这个森林里面，但是我很害怕，我不敢一个人上去。虽然我是头狮子，但是我就是有点胆小。你们胆小的会做什么事情？我可不是胆小的小鬼。对啊，你看胆小的小朋友就是都会哭。我虽然胆小，但是我也没有哭啊。我要不是是怪物，我要不是是怪物。我不是怪物，我是一头很可爱的狮子，很可爱的狮子。我要去完成任务，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我的这个药送给我的妈妈。妈妈在哪里呀？我的妈妈在山上，但是我一个人又害怕去，你们跟我一起去可不可以呀？我们一起上山好不好呀？真好。来，击个掌。我们一起出动了。耶耶。还有谁愿意跟我上山呀？我来了。我没想到满满会害怕，我真没想到满满会害怕。平时他让我感觉就是很理智，而且很怎么讲，比较成熟，但我没想到他会吓到我哭这么久。我们要不要再让两位小伙伴过来跟我们一起去啊？可乐有点胆小，可乐有点胆小。你是叫可乐吧？可乐你过来。他们也就要哭害怕。那什么办法让他们不害怕呢？我们一起说一句英文吧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的英语呢一直是在51Talk APP 在线青少儿英语外国老师一对一教学的。我们一起说一句 come on。 come on。 一起说 come on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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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come on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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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怕我是已经预料到，我不觉得很稀奇。我们手拉手过去找可乐好不好？好，走。我是一只小狮子，可爱的小狮子，
我要给我的妈妈送药去，我的妈妈说在家里等着我，我把药送给她就给她糖吃。我觉得晨晨跟小林姐拉着狮子走，她是想让可乐知道这个狮子不用害怕的，是他们的朋友，用这种方式来安慰可乐。所以不要害怕，过来，可乐过来。今天他们都是老师安排来让你们完成任务的，不用害怕，是假的，不要哭了，假的。来，过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，漂亮吗？这里，喜欢这里吗？我也玩这个。如果老师陪着你们，你们就会不害怕是吗？好的，那老师就陪着你们好不好？你是个勇敢的小男孩，知道吗？你是个小男孩，所以要很勇敢的。这里还有女生，你要负责保护他们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不能哭了。你最喜欢你陪着我。嗯？你最喜欢你陪着我。好，老师陪着你，不用害怕。我让你看一下，它是假的，好不好？老师会一直陪着你，不用害怕。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一起去寻找宝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下来，不能哭了哈。妈妈，你过来，老师抱你，好不好？老师跟你们说，在这个冒险的这个路程，可能会遇到一些害怕的事情，但一定要勇敢。不要。过来，老师，过来，老师这边，好不好？要不这样。你在这里等老师，等我们三个，等他们三个回来可以吗？你就在这里等我们了哈，你不要，你就在这里等我们，知道吗？好，我们一起走了。那我们现在拿着这个药，就跟我一起上山去找我的妈妈。好，好吗？走喽，走吧。狮子出现以后呢，我发现满满还有可乐哭得很严重，他们是没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。但当时我其实没有想到他们要不要完成这个任务，我主要是看到他们哭成这样子，我觉得有点心疼。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吓到了，其实他们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其实不重要的，我觉得千万别给他们有个阴影，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先过去安慰他们。通常家庭教育当中，保护过当的孩子一定通常都是对新的事物接受起来会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常常说，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，最好是用放养的形式，就是不拘小节，存大同，求小异，该管的呢可以管一管，不该管的有一些事情其实是可以放开来的。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，在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跟孩子讲天黑了，各种各样的这个妖魔鬼怪出来了，因为你每拿这种妖魔鬼怪恐吓孩子一次，孩子对黑暗增加一丝恐惧。可乐，你要不要唱首歌给我们听啊？小火车，小火车，你的有爱人。小火车，小火车，开呀开。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多漂亮。对啊。哪里啊？考验者暴躁的野人抢夺孩子们的东西，拦截孩子们的去处。你不要害怕，有老师在吗？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有老师在。老师在吗？不要害怕。Stop！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男孩子又勇敢。你是谁啊？林子，吴考勇敢。你是谁？对，吴考，他不会说人话。我不会。那你出来干嘛呢？你想怎么样呢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是霸王龙，你是霸王龙，你是太阳。我要枪！爸爸爸爸爸爸，我要枪！快快，你变了奥特曼。对，你开枪！砰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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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我觉得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，没关系，我作为这个森林之王，我来跟他交流一下。有什么事吗？你想要什么？你说那个要不然给他的，这个药是我给我妈妈的。无可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办？抓住鸡蛋，没办法。
妈打开书看，换一下。哦，对对对，有没有什么东西拿给他交换一下？我不想把我的书包交换。赶快换，你看什么东西？哦，你有汽车，要不要跟他换？薯条呢？我们换回这个药才可以教室。我们换这。好，我帮你。我们可乐有一个汽车。哇，可乐好棒。对，可乐要用汽车来换回这个药。先给你个汽车。先给你个汽车。还有这个表带。哦哇，谢谢你们。不可不可不可，不可，你给我呀、啊？那你那个药要给我们吗？太少了，不可。你们还有吗？还有食物吗？还有食物跟他交换吗？我们帮你只有。我看看，你看一下有没有食物。我看看，打开看一下，不给我，给我小朋友。哦，我还是不给你们。拿过去。玩具。给我吗？给我吗？不行，给你，小朋友。谢谢你，但是我就没有书包背了，但是我就没有书包背了。对不起你们啊，怎么办啊？你们的东西都被他拿走了。谢谢，你说没关系的。想不想跟我一起再往前面走？要。要不然我们去跟他交流一下，让他把东西还给我们。我怕他。那你怕我吗？现在？不是，我不怕你，我怕他。你终于不怕我了。晨晨跟小林子，快去把包要回来！小燕子，快！小燕子，快！好了，手电筒必杀技，木。我陪你过去，你说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把我的背包还给我！把我的背包还给我！还给他吧。这东西是我们的，这东西是我们的。石头剪刀布。不，不，滚！不，你输了，没有，换个人。小林子，你过来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我赢了。哦，输了。来，可乐，你跟他剪刀石头布。我害怕。不用害怕，你跟他剪刀石头布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东西要回来了。你跟他剪刀石头布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东西要回来了。剪刀石头布。再来再来，剪刀石头布布，可乐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好的，赶快过去拿东西。好，我们一块一块。好，拿回来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可乐，哎，你们真的太棒了。到你家了吗？我们要上这个坡就到了，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多漂亮。你妈妈就在很高的地方吗？我们要去找我妈妈呀，把这个药给她。往这边走就是我的家了，你们就送我到这里吧。跟狮子说再见了，我们跟狮子叔叔说再见了。你当心一点呀，你要当心一点，你不要碰到什么东西哦。我们可乐跟你说要当心一点哦。好的，谢谢你们。你太动像我们这么勇敢，我想妈妈。所以我不会害怕的。
我要向着阳光走，我要变成一个很有勇气的狮子。给我勇气，耶耶耶耶！好，你们这么棒，我就送给你们你们想要的这个宝藏吧。哇，我们成功了。拜拜，要听老师话哦。再见，你再小心一点，你在路上小心一点哦。拜拜哦。拜拜。小心别碰到大老虎了。好的。我觉得可乐是一个很窝心很善良的小孩，刚开始可能他真的吓到了，但是到了后面他克服以后，我觉得小孩天性就是善良的，他不停地叮嘱这个狮子要小心啊，然后跟他拜拜啊，我觉得哎，特别特别温暖。与此同时，常老师班的孩子们在小队长六月的带领下找到了稻草人。小朋友帮帮我吧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稻草人，你们一定要救我。好，去吧。我看到钥匙了，在那里。如果我们捡了钥匙，我们就可以去拿宝藏了。他们鼓起勇气，从猎人手里拿到钥匙，帮助稻草人重获了自由，也获得了宝藏。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直接给孩子导入勇气的概念，孩子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。可是我们用了《绿野仙踪》这个故事的情节，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很喜欢故事，喜欢戏剧。孩子呢，在随着故事的情节，有主人公的导入，有故事情节的带入的过程当中，自己有参与，这个参与呢，会让孩子不知不觉的就建构了勇气的概念，理解了勇气的意义。这个对于孩子培养和建构勇气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，就是用戏剧故事的情节导入勇气，导入胆量，导入自信。今天的户外探险课里，可爱的萌娃们充满了爱心，他们经历了从害怕到勇敢的成长，最后都帮助了别人，成功找到了宝藏。萌娃们，你们真棒！哇，小朋友们都回来啦！你们真勇敢，找到了宝藏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在这里，棒棒的，快放手吧！哇！看到没？好漂亮啊！哇，你看树也亮了，老师。树也亮了，是不是？多漂亮啊！啊！三个老师为你们今天的表现感到骄傲，知道吗？今天你们收获的勇敢、坚强、有爱心，这就是你们人生所收获的宝藏，好不好？听明白了吗？谢谢老师们。一会儿我们每人都会收获一份置办勇气勋章。哇，你们有勋章喽。老师们给你们请来了谁呀？谁来给我们颁奖啊？谁来了？谁来颁奖来了？快去啊。他们的出现让孩子们都非常激动，而萌娃们一天中的成长和突破也让妈妈们十分感动和欣慰。你今天好棒啊。如果说勇敢是生活的一部分，那么勇气则是生活最坚韧的力量。今后的生活中，也许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，但相信萌娃们今天学会的这份勇敢一定能陪伴他们一往无前，所向披靡。本节目由半袋装更精准的三九小儿感冒药顶级赞助播出。五幺 Talk 孩子学英语找外教，下载五幺 Talk APP。置办儿童机器人，爱上幼儿园，马上回来。置办儿童机器人，爱上幼儿园正在播出。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置办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半袋装更精准的三九小儿感冒药顶级赞助播出。五幺 Talk 孩子学英语找外教，下载五幺 Talk APP。本栏目合作伙伴奥牧进口儿童牛奶，澳大利亚原装进口。本栏目合作伙伴兔头妈妈甄选，好东西就在身边。组合一到五，谁爱吃什么呢？旱地和下土。你好的法语怎么说呀？Bonjour。哦，你经过
这年夏天。小智们好聪明呀、啊！宝贝，我到啦！宝贝，我到啦！爸爸妈妈。爸爸，我头疼，我鼻子不舒服。来，爸爸给你喂药。等等等等，这是什么药啊？这是上次医生开的成人药啊，给宝贝用一半的量就行。成人药可不能乱服，必须要有医生的嘱咐才行。而且在服药的时候，一个孩子不等于半个大人啊。啊？精准服药，病才能好得更快，不能病急乱用成人药哦。999小儿感冒药，新包装，半袋装，用量更精准哦。我们家可乐最近在学跆拳道，我们家女孩子现在在学芭蕾舞。欢迎我们的外国小朋友。Hello, let's meet you. 我们一起交朋友吧。张优，为什么英语说的那么好呀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快教我们！因为我有51 Talk 在线青少儿英语，外国老师一对一教英语，现在下载还能零元免费试听哟。本栏目合作伙伴奥牧进口儿童牛奶。本栏目合作伙伴兔头妈妈甄选，好东西就在身边。失败儿童机器人，爱上幼儿园，马上回来。失败儿童机器人，爱上幼儿园正在播出。本栏目由智能陪伴快乐成长智伴儿童机器人独家冠名播出。爱上幼儿园，爱上优学派，感谢优学派旗下幼教产品线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下载精英卡通官方 APP， 点赞你支持的育儿观点，有机会获好礼哦。感谢新浪微博闪萌、蜗牛睡眠、一点资讯、美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麦吉成长说官方 APP 麦吉萌 APP 官方微博，了解更多节目资讯。